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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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得想个什么方法。有了。报告长官，我来体检。你这从哪儿来的？怎么一身臭咸鱼臭豆腐的味道？哎，长官你别嫌弃啊，我身体啊，你看好得很，我还可以这样子，还能劈叉。什么人都来当兵？我再像个叉给你看，行不行？要不要？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身体肯定没毛病，赶紧去领衣服吧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玉清染会在哪儿呢？这天上的皇子应该是在主帅营吧？主帅营在哪儿呢？姑娘的姻缘已经出现了。您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正是，姑娘，不信，这随便替你求一支签，也必定啊是第一好的上上签。我看您这里面都是上上签吧，您还是换个人蒙吧。姑娘恐怕也被别人妨碍了姻缘，想选的人选不到，不想选的偏偏凑上来。可有此烦恼啊，大师，你要能说出我真正的姻缘在何处，这银子就归你了。今日偶遇就是缘分，钱我就不收了，只赠姑娘一句话：草木桥边自有良缘。草木桥边，那不就是个容字吗？三殿下，你就这么想躲着我？不是，我既然你想不起来，我就用其他办法证明我对你的真心。跟我去皇宫干嘛呀？求赐婚。喂，完了完了，这丫个怎么办？